北市卫生局公布最新的足迹热点，可以看到从5月9号一直到5月15号，芦洲区的中原公园重复出现，还有平日人潮众多的三和夜市也在其中。在我们的三重三和路四段争先这个地方重复出现好几次，还有三重的整个三和夜市，包括我们的中和、我们的景安站这附近，甚至还有芦洲的中原公园，这几个地方不断的重复出现，尤其很多的大卖场、市场，甚至包括公园，都是我们确诊个案的足迹很多。所以这边还是提醒我们市民朋友，记得这些公布足迹的点务必要去看。针对中原公园成为足迹热点，芦洲区公所也特别在粉专上发文提醒大家，目前已经拉上了警戒线，禁止进入，同时进行园内的消毒，预计封闭到5月28号。这段时间还请民众尽量减少外出。记者沈仲林警于芦洲采访报道。